敲了班，我要车我车烧，我的名字叫李佳熙，我的编号03133，我去年23岁，我的体重18公斤，我的身高189公分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从教会教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女孩刘瑞，我有三个兄弟姐妹三个哥哥，我拜堂弟社，我中英语是叫我来的，我从亲家要加大工作2年，2020年到2022年。做家事，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晾衣服、煮饭、煮菜、照顾小孩、帮小孩洗澡、喂吃饭、喂喝奶、去送小孩上学。我可以学习做单兵卫官。我喜欢照顾小孩阿公阿妈。我不报告，我不发冒。我希望先生太太给我机会工作，我会好好工作。自我介绍完毕，谢谢老板。